我看好像人到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开始吧。Hello，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Quanta 无人驾驶实验平台技术研讨会。我是 base 在 Quanta 加拿大总部的市场部的 Gemma，也是本次直播的会议主持。那今天是我们 Quanta 首次针对国内市场直播，所以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我们有任何的技术性问题，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理解。欢迎大家给我们提意见。那如果已经关注了我们公众号的老师和同学，然后还有同行业的朋友们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本次直播的几位主讲人。首先是 base 在国内的，负责所有国内事宜的。Vivian 是我们 Quanta 的中国区域经理。Hello，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能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的，然后是我们 Quanta 研发部的工程师，同时也是我们本次无人驾驶实验平台的明星 Q Car 研发团队的核心工程师 Thomas。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好的，那我们今天直播会分三块内容。第一部分，Vivian 会先为大家介绍 Quanta 系的主打产品和解决方案。那我知道今天参加直播的有很多 Quanta 的老朋友了，但是也有一些新朋友，所以这部分会让大家对我们有一个比较大致的了解。然后第二部分呢，Thomas 会为我们深度解读无人驾驶实验平台，最后会是我们的提问环节。大家可以看到你的屏幕下方，或者用电脑的话是屏幕的右下角有一个聊天区域。如果在Vivian 和 Thomas 分享的时候，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聊天区把你们的问题打下来，我们会在最后一一为大家解答。好的，那接下来交给 Vivian。谢谢。OK，大家好，非常高兴以这样一个特别的形式，也很流行的形式，跟大家来做第一次的普通话的在线交流。首先感谢各位新朋友、老朋友的到来，请允许我用大概5到1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关于 Quanta 公司的基本的介绍。首先呢，就是 Quanta 公司的由来。Quanta 这个名字呢，其实是由两个非常简单的单词来组成的，它们是 question and answer，那么意思呢非常的明确。但是 Quanta 的名字呢，也同样承载着我们公司创始人 Apa Karan 博士的理想和情怀。公司成立到现在30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一直努力在为理想和实际创造一座桥梁。塑造新工科的英雄。2020年呢，其实是 Quanta 成立31周年。在过去的3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为了践行我们的理想呢，我们在各个维度上都进行了创新，在这些领域，我们也确实成为了创新者和领导者。Quanta 开发的产品呢，从这个 PPT 的这个就是左边的第一代的这个旋转伺服商用系统，到最新的 Q-Drone、Q-Car，Quanta 为快速原型研究和教育探索提供了开放的架构以及学术优化的平台。这样的产品其实本身呢，我们认为就是一种创新。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产品呢，激发了我们的用户呢，实现了更多的创新。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创新呢，它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来的。创新其实是一种解决需求的一种方法。那么在我们的工程学当中，大多数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归结到是说，如何将以理论为代表的先进的思想应用到物理世界。并使其更加实用和有效。这个问题翻译过来讲，也就是你如何，找到一个应用和理论的平衡点。那么带着这样的思考逻辑呢，
这样的思考逻辑呢，它也成为了 Quanser 创新的一个来源。为了保证我们的产品呢能够在严谨的数学和科学学术工程上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我们在软件、硬件和方法上都在不断超越自我。图上的这个产品可能我们有的用户是蛮熟悉的。图上呢最这个右边的这个振动台是建筑里应用到的一个非常专业的液压台，它体积庞大，使用的成本也会非常高。左边呢则是我们在启发小朋友们或者是学生们进入建筑结构学领域的时候用到的一些 STM 的小模型，而中间这个呢则是我们Quanser为研究人员设计的专业的振动台。首先呢，这款硬件产品呢它的这个质量稳定，架构开放，但是它在这个体积价格上比一个应用领域的大的振动台呢却有着绝对的优势。我们也称它这样类似的产品呢叫做学术上的一个甜蜜的结合点，应该说是在实践和理论的一个甜蜜结合点。那么遵从这样的需求出发，也遵从我们的这个价值理念，在过去30年里面，我们在各个专业领域里面开发了一系列专业的产品，激发了无数的用户进行他们的创新。这些产品可能我们有很多用户都很熟悉，我就不再一一赘述哈。但是呢只有这个硬件的这个开发和稳定，Quanser人认为呢，这个对用户来讲，它只是产品的这个 1.0 的形态。为了成就 Quanser 的这个客户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我们的预设框架理念呢，将我们的产品呢带到了 2.0 的版本。正如伊萨克·牛顿爵士讲的，如果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可以看得更远。那么预设框架理念呢，指的是我们为学生和研究人员在一些非关键元素上提供预先构建的组件知识。通过这样的知识，学生可以从事更复杂、更现实或更加开放的项目，激发学生的内驱力。对于研究人员而言，通过这样的支持，能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专注到某类具体的研究事项上，将加速研究的进程。带着这样的理念，带着这样的视野，在过去30年当中，我们在整个学术圈，我们积累了2500多个学术伙伴。以 Quanser 的产品为验证平台的论文发表已经超过了3000篇，同样他们也使得 Quanser 的产品呢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标准平台。我们的整体产品从专注于控制系统的教学和研究，已经扩展到了控制、机器人、机电一体化各个概念，涵盖了广泛的工程概念，从基础的传感器到动力学，一直到复杂的前沿研究，都是 Quanser 目前为用户提供的解决方案之一。OK， 那个 Quanser 的 story，Quanser 的故事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那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无人驾驶研究平台。遵循 Quanser 的设计理念，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想为什么我们要做它。那么关于无人驾驶呢，对于中国的这个大众来讲，2019年已经被媒体定义为了说是自动驾驶的元年，各地政府呢也陆续颁发了智能网联路测牌照，国内掀起了一股Robotaxi 的这个试运营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城市呢开始尝试这件事情。但我们也看到，就是由于这个技术尚未完全成熟，自动驾驶汽车的规模量产呢其实还需10日。自动驾驶技术在开放路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2019年9月的时候，著名的摩根斯坦利将国外有一家明星自动驾驶公司的估值呢下调40%。根据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 SAE 定义的6个自动驾驶等级，从0完全手动到5完全自动。目前呢就是大量交付的车辆应该也就是属于2级到3级，同样这个分类方法呢也已经被美国的交通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采纳。因此在无人驾驶领域其实还有着大量的等待产业和研究人员共同探索的方向。我们中国的李德一院士呢也在各种场合告诉我们，无人驾驶技术其实真正
无人驾驶技术真正走向生活也许还需要50年。那么对于无人驾驶领域的研究人员而言，采用真车做一个实验平台，当然非常的酷炫，也非常的有展示度。但是呢，这样的平台呢往往呢比较适用于科研，不太适用于教学，而且呢它受环境的限制会比较大，维护的成本也会比较高，当然实验的这个危险系数呢也会偏高。那么在左边呢我们也看到有一部分的老师呢他会鼓励学生采用 DIY 的方式呢，用比较低的成本呢去创建自己的研究平台，但数据实时处理能力又不够，软件的支持呢也非常有限，这样的平台呢确实客观的制约着我们研究人员的研究进展。那么我们的无人驾驶研究平台呢遵循框色的设计理念，从那个Sweet Spot 开始加预设框架理念，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在这样的预设框架，在预设框架理念下，我们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支持，我们提供了顶尖的 demo 案例，还有完整的辅助驾驶系统。在硬件部分呢，我们的 Q-Car 经过了无数次的测试啊，最后呢，基于这样的这个设计和这样的这个研发的经历哈，其实我们还蛮自豪的讲说我们真的是市面唯一的一款可以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以下三个条件的这个无人驾驶平台。这里呢因为我们第一次做直播所以还蛮紧张的，这个唯一呢我们也遵从了老这个罗永浩先生的一个小笑话，就是说不能超越广告法哈，所以我们把它删掉，但我们确实是一款唯一的我们可以加速这个研究的效能，我们可以让用户的研究探索不受限制，并且我们提供稳定可靠有前瞻性的平台框架，让您的研究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好了，那我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交给我们特别专业和帅气的小托老师，请他跟我们分享更多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技术细节，谢谢。好的，大家好，我叫张星辰，你们可以叫我 Thomas 或者小托。我毕业于多伦多大学航空航天工程研究院，我现在是 Quanser 多伦多研发部门的工程师，我全程参与了 Q-Car 的研发。谢谢大家来参加本次的研讨会。我希望这可以是一个与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的平台。那么我们就开始。左边这张照片就是我们今天的明星啊，我们的 Q-Car。该车是按照一个1:10的真车比例缩小后建造的，不像目前市面上很多使用超速转向的移动机器人， Q-Car 使用的是四轮驱动阿克曼转向，这跟我们平时所看到的车几乎是同样的驱动结构，从而可以进一步的贴近真车的表现。该车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在性能最佳、电池最优化的管理下呢，该车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相同于真车的120公里每小时。那么具体这是怎么换算的呢？就是我们实际的速度为3米每秒，但是因为是一个1:10的真车比例，所以说换算成了7米每小时呢，就是120千米每小时。但是别忘记，这只是在我们一个电池最优管理下的一个速度，就是120公里每小时这个时速呢，其实差不多用了不到50%的电机性能。那么如果客户在速度上面有要求的话呢，我们可以让 Q-Car 跑得再快一点，但是在常规情况下面，我们推荐的最高时速为120公里每小时。就像之前 Vivian 列的三大点，加速、拓展、持续，我们在环境感知部分呢，我们在加速这个点上，因为我们所用的所有的传感器都是市面上普遍认可的传感器，那么平台的通识性就非常的强。在拓展方面，我们全面覆盖现有的硬件跟软件的需求，CSI 相机啊、RGBD 再加上一个激光雷达，算是无人车领域的无人车研究领域上面的一个标配。那么在持续方面呢，我们的硬件跟软件这个架构都是开放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是可以供用户自行去更改的。那么平台的设计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这点我会在后面的幻灯片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好的，那我们的 Q-Car 呢是具有
高度集成并且有前瞻性的这个硬件结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每一台车上面会有个 LCD 的屏幕，那么在这个 LCD 的屏幕上面呢，我们会可以看到电池的电压、IP 地址，这样就可以方便用户在有许多 Q 块的情况下很清楚的看到每一个车的 IP 地址，并且与他们进行连接和沟通。同时我们还有40个可重新配置型的通用性输入输出口，还有4个 USB、还有比如说有2个 HDMI 接口支持双频输出。那么这些接口都是十分重要的。举个例子，现在在很多无人车的这个研究上面呢，他们会在4个轮子上面放上编码器，就像滑铁卢大学他们的无人侦车 MOOSE 一样。那我们正好呢就提供了4个带有数字转速表的编码器接口。或者呢比如说如果有用户他们想模仿特斯拉使用声呐，那么用户就可以通过那40个通用型的输入输出口自行的加装声呐。那么我们同时会提供接口的使用说明以及每个接口的 port number， 那么这些就可以证明我们的硬件结构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我们的设计呢是紧跟着前沿的发展趋势的。我想让大家仔细看一下我们的这块印刷电路板。其实呢我们的印刷电路板在制作上面有很高的难度，目前市面上面没有一款车辆可以将所有的传感器、电路、USB、电脑显示屏接口、开关等等都装在一块电路板上。那么再加上我们有非常优质的电源管理，所以说 PCB 会确保不会有过强的电流经过每一个传感器。当有传感器出现短路的时候或者故障的时候呢，我们会启动保护机制，得以确保车本身不会有损坏。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的车是可持续性发展的。在传感器配置上面呢，我们的处理器是英伟达的 TX2。这块处理器有非常强大的图像处理能力。通常像这样等级的处理器呢，我们都是装在真车上面去运行的。所以说我们的车虽然小，但是在车上就可以做一些非常高级的图像处理，例如画面的过滤或者机械学习。我们不会因为担心车本身的计算能力不够强，所以要将捕捉的画面呢发送到比如说主机上面去进行运算。我们全车呢提供有4个 CSI 的相机，每个相机最高可以达到120赫兹的这个刷新率，这样呢就可以确保车辆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呢，依然可以捕捉到非常清晰的画面，得以确保用户的目标识别算法在高速的时候依然还是可以 functional 的。就如果用手机拍照来形容的话，虽然我知道啊，就是大家现在用的手机像华为啊、小米这些拍照都非常厉害了，但是呢大家肯定会有遇到过拍照手抖然后画面糊掉的这个情况。那么因为相机的这主要还是因为那个相机的画面的捕捉率不高。但是如果一个相机它一秒可以捕捉120张照片，那么再快的移动都是可以确保画面是清晰的。那么我们所有相机的分辨率跟刷新率都是可以各自进行更改的。比如用户他不需要所有的相机都保持在120赫兹的刷新率，那么或者说不用所有的相机都保持在1280x640这样的分辨率，那么用户可以根据每个研究的需求对每一个相机做调整。这样呢也说明了用户是直接可以接触到我们非常底层的和传感器的一些交流。那么视频里面现在展出的呢，就是我们用 MATLAB 跟 Simulink 做的一个360度环绕视野和一个图像分析法巡线。好的，那么我们呢还有一大技术亮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硬件，在硬件上面呢我们的更换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用户他自己有一款他们非常想用的激光雷达，那么呢他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激光雷达拔出来然后换上他们的激光雷达，这样子然后无需做其他的更改就可以使用就是他们自己想用的激光雷达了。那么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研发时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不针对任何一款硬件产品做开发，我们针对的是针对某项功能，比如说我们采集云点数据，比如说我们要捕捉彩色画面等等。那么我们在软件和代码上的设计都是将硬件的通用性进行了最大化，这样就可以节省用户很多 setup 的时间。然后呢因为我们处理器非常的强大，可以适应车联网技术，可以完成多台机器人协同，然后所以也可以支持多达10台以上的车同时运行并且数据同步。
那么在开发工具上面呢，我们基本上支持市面上几乎所有的主流的软件平台。我们的车的系统是 Ubuntu， 然后呢 Quark 跟 Simulink 也是我们必须支持的。然后在计算机语言上面呢，我们支持 C++ Python， 也支持 MATLAB。 那么第四点呢，我想强调的就是这个多语言交叉运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也算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性。就是打个比方说，就是说我们用 MATLAB 或者 Simulink 做了一个车辆的控制系统，但是呢在计算机视觉上面我们使用是 Python， 那么该如何将 Python 上面的数据或者说是结果传到 MATLAB 上面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款我们开发的叫做 Stream Client Stream Server， 就是用户和服务器这样的沟通概念。用这个功能呢，我们可以将任何的数据从一个软件或语言转到另外一个上面去，这样呢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也可以将整个应用平台变得更加的多样。我相信就是有很多教授，他们的学生可能有不同的就是学术背景，有些是学 C++， 有些是学 Python。 那么通过多语言交叉运行，这样就可以省去学生多学一门语言的负担，加速了整个实验或者整个课题的进展。就像我们之前提出的预设框架里面，现在呢我就举几个例子。我们在 ROS 上面呢支持 ROS 1跟 ROS 2，我们也有自制的 ROS 包供用户去使用，比如说视频传输或者说最基础的输入输出这样的功能。我们的代码呢也是一个开放的架构，用户呢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代码，或者就是在我们的代码上进行优化。我们同时也预装了在很多市面上比较主流的 ROS 软件包，比如说 OpenCV ROS， 比如说 ImageView。然后呢大家在右边的这个视频里面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车正使用着这个激光雷达在绘制我们公司的地图。你们可以看得到绘制这个地图绘制出来的和我们卫星上面的这个对比图呢几乎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相信就是基于这个预设框架这个理念，学生呢可以在我们的应用上去做更深入的，比如说算法的优化，提升鲁邦性等更高级的应用和研究。然后其实我们在 ROS 上面的定位是觉得，就是说如果说用户想要在我们的车上做 ROS 的开发的话呢，那么他们可能或多或少已经知道该如何使用 ROS 了。所以我们在 Python 跟 Simulink 上面呢，未来也会有在 C++ 上面，我们会在这些上面会花更多的时间打造一个更加完善的一个预设框架这样的概念。我们会有更多更细节的应用，比如说在初级的应用上面，我们会有比如说 low level 的传感器的应用，基础的输入输出，如何使用我们的 CSI 相机，360环绕视角，难度一点点的增加，逐步增加到比如说图像分析法巡线，自适应巡航，或者使用 TensorFlow 和神经网络来进行巡线。那么在这三个视频里面呢，在左边的视频我们做的是一个云点的数据绘图的一个运用，这是在 MATLAB 跟 Simulink 环境下面运行的。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激光雷达就是在旋转，然后呢它会将所采集的数据呢绘制出来。那么在右上角的这个视频里面呢，我们使用的是一个深度摄像机，它来测量前方很可能会出现的物体的速度来调节自身的车速。你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的同事站在道路上面的时候呢，车就会检测出来，发现这是一个停止不动的物体，那么他们就会做出相应的机动。这样呢就是也算是能够确保车在测试的时候呢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碰撞。那么在右下角的这个视频里面，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彩色相机跟深度相机的一个交叉使用。具体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先使用深度相机感测前方的物体，然后呢将这个物体在深度摄像机的那个位置截取出来，然后映射在彩色相机上面，彩色相机在分析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东西。那么在这个视频里面呢，它就检测出来哦，这是一个停止的一个路标，然后呢就触发了停止这样的一个机动。当然很多人会问，其实现在目标检测跟定位其实大部分用的是 YOLO 或者 DarkNet， 就是根本用不着深度摄像机。
这没错，但是呢，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预设框架理念，我们希望呢，这些应用可以作为一个能够让教授或者让学生受启发的一个应用。就比如说右下角的这个视频，它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目标检测跟定位，但是呢，它也许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数据采集的一个方法。同样的，基于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三大点，那么在车辆本身控制上面呢，我们因为有着非常高的精度的伺服系统跟电机的编码器，车子可以达到非常高精度的速度跟位置的控制。通常用户在仪器校准上面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或者他们所得到的数据呢就会非常的不精确，但是因为我们的 Q-Car， 用我们的 Q-Car 呢，他们就可以省去这方面的烦恼。在拓展上面呢，因为我们车目前使用的轮胎、悬挂、底盘这些都是基于家庭小轿车来设计的，那么用户可以自行购买更大的轮胎或者避震来满足他们所需要的环境场景。在持续上，在持续方面呢，我们的机械工程师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抗冲击上面。那么为了保证实验的稳定可延续性，我们的机械工程师做了无数次的碰撞实验，不断的迭代改进我们的防冲击性能，特别是在电机保护上面呢，我们也下足了功夫，电机配置了保险措施，确保电机不会因为在高速运行时碰撞急停所产生过高的电流，从而对车本身造成一些伤害。我们的车的控制系统呢，可以确保在3米每秒，大约是120公里每小时真车速度运行的时候呢，依然可以做到巡线，并且呢，在做到巡线的同时，我们的碰撞检测系统也是同时打开的。那么这种控制是非常高难度的，这也许是一个大学的一个毕业设计的一个课题，但是我们的预设框架理念，我们相信虽然这种控制算法已经非常高级了，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提供这样的算法就一定希望学生和研究者基于我们的算法呢，可以制造出一些更快更好的控制系统。那么下面呢，我想来介绍一下，就是说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个决策的控制。那么这一章的 PPT 上基本上就是在讲我们该如何将我们的硬件跟软件联系到当前工业的问题和研究中。很多时候科研都是从行业的痛点去出发的，那么所有的研究就会在细分化。很多人可能会把我们的 Q-Car 跟一个很广泛的一个无人车自动驾驶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并不能与每一个细分的研究呢产生联想。那么下面我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共享汽车，这里面就会有诸多的痛点。我们该如何从人找车、人找位变成车找人、车找位，到后面再实现一键叫车、一键泊车。那么这个问题所设置的一个场景呢，是一个非常多变、有很多不可测的场景。比如说电瓶车突然从两台车中间穿出来，或者小孩子在停车场乱跑，那么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难模拟的。那么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模型，所以去构建这样的场景是十分简单的。还有一点我们可以提，就比如说港口码头。港口码头现在呢，在这个港口码头的自动化物流呢，已经开始在市面上已经出现了，并且有些公司已经开始盈利了。但是呢，这只是有限范围内的一个自动化，并没有做到一个真正的完全达到一个无人的操作。那么这里面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港口码头他们这个货物多种多样，如何让无人车辨别每一个集装箱，并且与吊机协同将其装到车上，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因为港口在有很多的货物的累积，所以在路口这种地方的视野会非常的差，通常情况下车必须要停下来观察路口再前进。但是如果有个协同系统，每个车都向中央系统汇报自身的位置，那么车辆在到达路口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改变速度，无需停车就可以通过路口，从而增加了物流的效率。那么借助了无人驾驶技术，装卸、运输、收货、仓储等物流工作呢，都会将逐渐的实现无人化跟机械化，促使物流领域降本增效，推动了物流产业的革新升级。在辅助实验上面呢，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基础道路模块，就比如说我之前讲的那个港口码头的这个环境，
那用户就可以选择我们提供的，比如说像第二行当中那些稍微封闭的一个道路模块进行模拟，或者呢，现在有很多的研究者他们在研究如何在一个没有红绿灯或者没有交通管制的一个路口，通过改变车与车的速度呢，这种无需停车顺利的通过路口这样的研究，那么他们就可以选择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再接四个直道，然后在每个直道的末端呢再接一个圆环，这样子就可以顺利的完成他们这个环境的一个搭建。那么我们的地贴都是经过测试跟规划的，就不会出现比如说道路转弯半径太窄了，车辆转不过去这种尴尬的局面。然后呢，我想你们在前面的视频应该也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到处都有这样的地贴，这也算是我们做的一个地贴的耐用测试吧。那么在硬件上面我们下足功夫的同时呢，我们在软件模拟上面我们有非常高的专业水准。那么在市面上面大家可能会看到，比如说是Ducky Town 他们做的这种模拟，但是呢他们所使用的模型都是极其卡通化的模型，是无法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实践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下车库的模拟是十分逼真的，它的光线它的那些地板的反射都是训练无人驾驶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那么在视频的左侧呢，我们还可以模拟一些很多突发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这个落石，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无法去模拟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我们在未来呢会新增一个应用，就是通过在模拟环境中去训练一个路标识别的一个人工智能的算法，然后将其直接投入到真实的环境中去运行。因为我们相信就是因为 UE4 有着非常超高的这个仿真度啊，我们相信这种应用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那么在这个视频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软件的模拟呢跟硬件的这个联动呢是可以做到这个无缝连接的，就看到这个车检测到前面有个小路突然闯到这个车的路当中，然后呢它就会真实的在真车环境中那个真车也会停下来，就是说就我们的仿真的这个数据呢放到 Q-Car 是可以做到一步到位的。好，那么说了这么多，我的解析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但是呢，每次就像 Steve Jobs 在苹果发布会上最后会宣布像 One More Thing 一样，我们呢也有一些我和我同事们正在进行研发的一些新项目呢想跟大家分享。这些新项目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对客户分享，但仅仅是分享一下现在的进展呢就已经非常的激动人心了。那么现在我与我同事在做哪方面的开发呢？那我在视频里面我就简单的展示我们三个应用吧。那么在 PPT 的这个右边呢，我们使用的是一个 AR， 就是视觉增强的这个技术，就是该车其实是在一个空旷的环境中呢在跑着，但是呢相机或者说车子里面看到的其实有虚拟的模型投射在这个真实的场景当中的。那么在左上角的这个我们做的是用 April Tag 进行车子的位置定位，就是 localization。那么车子会捕捉到有很多不同的 April Tag， 根据每个 April Tag 的位置呢来判断自己在这个空间里面的相对位置。视频的左下角呢是一个在 Gazebo 这个环境里面，就是一个 Rust 的一个模拟的一个软件，在这个环境中呢我们做的一个 SLAM 的演示。那么最后虽然我们的 Q-Car 才刚刚发布，那么已经有多达十多所大学和企业与我们达成了合作协议，开始使用我们的 Q-Car， 并且帮助他们完成教学和研究，作为我们 pre-launch 的客户。好，我的演讲就到此为止。那么现在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交流时间，欢迎大家在我们的频道上面提出问题，我们会为你们进行解答。好的，我们先看一下这边我收到的第一个问题。请问是所有模块都可以供用户更改，还是核心算法固定？哦，这个问题我可以来回答一下啊。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模块，比如说深度摄像机、
激光雷达，甚至我们的 CSI 相机都是可以让用户去进行更改的。那么我们的核心算法呢也是可以拿出来，就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开发的一些比如说人工智能的这些模型呢，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也许这个模型不是最好的，但是呢用户他们可能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模型，他们就直接把我们的核心的算法就是这个模型拿出来换成他们的模型就可以了。我们希望这个产品到最后呢用户完全用的是他们自己开发的一套系统，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我们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更快的做到这一个地步。如果说你们是要换比如说加装一些传感器，或者比如说你们有一个更高级的比如说 3D 雷达，或者说是有一个外接的一个 GPS 系统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车目前来说的负重是差不多是2公斤，那么但是这也是要根据你们用户每一个研究在做细分。那么比如说这个传感器放在哪里啊什么的，这是根据每一个不同的案例会有就是不同的这个定位。好的，然后下一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讲讲在研究中如何使用两种语言或者两种平台做交互吗？行，就是说就像我之前介绍了，就是说这个我们用的就是一个叫做一个 stream client 跟 stream server 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就是说现在的比如说 C 加加跟Python 或者跟 MATLAB 他们原本是没有一个关联的，就是说我在 Python 那个运行的地方呢，我在 Python 环境中运行的东西就只能在 Python 跑，我在 MATLAB 我在 C 加加或者我在 Rust 里面用的东西呢就只能在那些环境里面跑。那么我们呢就像是做了一个桥梁一样，我们用的是一个我们用的是 TCPIP 然后开发了一个 stream client stream server 的这样的一个构造。那么我们可以将任何的数据，可以是比如说是一个 float 64的一个数据，可以说是比如说像是一个 numpy 的一个 matrix， 我们可以将任何的数据形式从 python， 比如说从 python 发到 C 加加，或者从 Simulink MATLAB 发到 Rust 这个样子。好的，请问这个平台可以实现车辆缩队行驶吗？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编写的协同自适应巡航控制算法？还有就是车与车之间是如何实现通信的？你可以一个一个回答，老师。行，我看一下，就是，车辆是可以实行就是编队行驶的。就像我之前介绍，就是我们可以运行多达10多台车。那么我们的通讯呢，就是我们通讯是用 WiFi。那么就是说，如果所有的车子都在同样的一个网络的架构下面呢，那么他们的通信就是通过 IP 地址就可以找到对方了。用户是我们非常欢迎用户使用他们自己的就是这个自适应巡航的这个算法。对，车与车之间是，对，车与车之间的通信呢就是都就是通过 WiFi。 对， OK。 关于巡线的试验，这个产品和普通的无人小车有什么区别？好的，主要就是大家问题问的就非常的多啊，我们这个就是不断在刷新。那么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巡线跟普通的这个车的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说现在的他们的巡线基本上都是在一个非常速度，就比如说比较可能就是相同于真车的40公里每小时、60公里每小时。那么我们做过非常多的实验，我们的目标是车在120公里的时候，基于我们的这个控制系统，我们的轮胎，我们的马达，那么然后基于我们目前的这个控制系统，在120公里的时候依然可以做到巡线。并且呢，大家在之前有一个视频能够看得到，我们的巡线并不是只是就是巡着一条直线，在拐弯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做到一个比如说要预判，就是说要看到前面如果有转弯的话呢，那么车子比如说可能要先做一些减速，然后这样的机动能确保呢车子不会比如说就是偏离轨道这个样子。
好的，这边有个问题是可以进一步讲解一下 MATLAB 仿真环境与 Q-CAR 硬件之间还需要类似电流或者电压驱动器等中间转换机构吗？这个 MATLAB 中的算法是怎样在 Q-CAR 控制器中实现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么，这个就会就是讲到我们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 Quark。我们 Quark 呢，跟 MATLAB 是，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 MATLAB 跟 Simulink 这个软件，这个环境。那我们用的 MATLAB 是这样子，我们在用户呢，就是比如说在电脑上面写了一个 MATLAB 的程序，然后我们会将这个程序直接以一个这个 executable 的方式直接传输到车上面，然后在车上面就像一个运行软件一样，直接在车上面去运行。那么当中呢，就是说等于说 MATLAB 算是一个算法的本体，它就直接从，比如说我们的主机或者用户的电脑，直接传到了车上面，直接车就直接，那 MATLAB 就直接跟车上所有的硬件所有的硬件进行沟通，无需加装其他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我们，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点，对。看到您频道有很多正在进行中的 demo，我们还会有第二场研讨会吗？这个我可以回答。我们肯定是会有接下来的第二、第三场研讨会的。那这个取决于我们核心工程师团队研发的进程，所以请大家继续留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平台支持的传感器类型都有哪些？能添加毫米波雷达吗？有驱动吗？毫米波雷达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希望的就哦，其实我现在这里就有台车，不好意思，车忘记给大家看啊，这就是我们的车。那么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些都是一些用户可以自行加装的一些传感器的接口，比如说 GPIO 啊这些接口。我们在很多地方，这里有 HDMI 的接口，然后呢，这个地方是我们接雷达的接口，然后这里还有 USB。那么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用户，每我们不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将所有的传感器呢都进行一个测试，但是呢，但是我们确保所有的接口用户呢与他们的沟通呢是非常简单、非常易懂的。我们在做 Q card 的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使用说明书，详细到比如说你要在这个接口的它所对应的 port number 是什么，你们该如何跟它进行沟通，我们呢都会有详细的解释，这样子呢，能够减轻很多客户的负担。对，稍等一下，这边评论有说看不到你的车，啊，看不到我的车吗？可能你这边要切换一下摄像头，看不到你摄像头。看不到这个就在这里。就评论说看不到你摄像头，那你把这边关了，然后看我。不是，关键是，我这 F 闪退。那我们先进下一个问题。啊，实在不好意思。OK，下一个问题，请问平台售价是多少？那这个问题 Vivian 来吧。那个关于这个价格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还是有不同的配置，我想呢，大家可以给我发邮件，也可以联系我们中国地区的主要代理商 AI2，然后来详细的做配置和价格。然后呢，我们的 Q 卡因为是今年 launch 的，所以我们也是有一个特别优惠的推广价，来回馈大家。希望能和大家尽快产生合作。好的，对本小车电机可否采用滑膜？可否采用滑膜控制？效果怎么样？是否有开源的 MATLAB Simulink 仿真框图代码？电机是否采用滑膜控制？这个我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呢，我可以向我们的其他的团队呢，就是再咨询一下。那么就是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如果
我回头我可以问一下我的同事。那么就是开源的这个 MATLAB 仿真的这个框图的代码，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想好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就是说用户使用我们 Qcard 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我们的硬件软件呢同时都发给他们，并且呢我们会实时的更新这样的代码。具体这个框图代码，就是我们在网站上面，就Quanser的网站上面呢，我们会有关于每个产品的链接。那用户呢的确可以在这上面找到这样的代码，但是他们也必须要有我们这个硬件才可以使用。对，请问 Qcard 和贵公司之前的产品 Qbot 2相比具有哪些优势？Vivian。OK， 那个我来稍微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说的不太好的地方小托老师指正哈。那个Qbot 2呢，它是一个两轮插动机器人，它的速度呢相对比较慢，而且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它可以做一些机器人的底层控制，也可以来做多机协同。那么 Qcard 的这个产品设计是完全从车的角度出发。首先我们的转向方式呢是阿克曼转向，然后我们所有承载传感器的方式，包括我们的多语言融合呢，都是完全为了承接住希望能够做无人驾驶研究老师的这种工作方式，并且加速他们的研究。所以两个产品之间呢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我想就补充一点，如果是从我们产品上面角度出发呢，就是说 Qbot 2E 现在他们用的是 Pi 3， 那么它的这个在这个 Pi 3上面，就 Raspberry Pi 的它这块板子，它的运行的这个计算能力不是非常强，而我们用的是 GX2， 然后并且呢在 Qbot 2E 上面我们用的是一个Kinect 的这个一个彩色跟一个深度的这个摄像机，但是呢在我们这款车上面我们同时还配备了激光雷达，还有 CSI 相机，并且呢我们还有很多个接口可以供用户加装他们更多的一些传感器。传感器是否可以选配？这个 Vivian 能够回答一下。OK，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些标准的传感器，我们现在是不太支持就是用户去选择传感器，因为我们觉得从无人驾驶领域的基础研究出发，有些传感器是您必须的，而且要开展基础的研究也是必须的。那么如果确实有这个传感器选配的这个需求的老师，我们也可以再商讨。因为 Qcard 本身呢是一个开放架构的这样一个研究平台，所以只要是在这个一定的负重和电量运行的这个允许下，其实您也可以加装任何您想要的这个传感器，所以具体问题可能要具体分析。这台车充满电的话可以运行多久，能够使用多久？我们在一台车充满电的情况下呢，我们之前做过测试，如果说你们在就是只是单纯的比如说只开了深度摄像机，再开个激光雷达，然后跑，然后就让车子跑的话呢，我们可以跑到2个小时3个小时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也做个测试，将所有的传感器全部打开，全部保持在最高的刷新率，最高的分辨度，然后同时我们还将TX2 这个处理器的这个 performance 开到最高的话呢，我们可以1个小时也是没有问题的。对，然后充电的话呢，我们也会提供专门的充电器，充起电来非常的快，可能15分钟20分钟就已经充满了。对，这位老师，我们有老师还是想了解一下 Qcard 的机械负重能力。我们 Qcard 机械负重能力是就像我之前讲的，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大家能够看到我这台车吗？你可以开摄像头。那么就是说其实呢，其实这台车我们这个看不到。现在大家看得到车吗？
这样，可能是他这个对分享时长的问题，关键是。那行没关系，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车，他们在就是机械负重能力上面呢，我们做了一个测试，就是说，按照目前来说，所有的空车环境下面呢，我们能够承重的差不多是有2公斤这么重的一个这个一个承重，但是呢，同时呢，不要忘记，就是我们车的它的悬挂、它的弹簧、它的轮胎呢，都是可以再进行更改的，所以说我们。影响，所以说在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数字，就是说一个定下来的数字，说我们这台车的承重是多少。不好意思，可能刚才我们的这个直播这边出了一点点问题。小托老师，那个后面的问题，应该大家你的那个回复大概有一个半分钟左右，大家都应该是没有听到的。哦，是吗？嗯，你再重复一下。是，等一下，是哪个问题？机械啊，机械承重嘛。对对，从机械承重开始，后面有一大段都没有听到。小托老师，你再讲一下。实在不好意思，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公司里这个网可能有点问题，然后也是因为第一次我们使用微好这个平台呢，可能在技术上面有些限制，实在是不好意思。那我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机械承重，它我们没有一个定下来的数字，原因是因为呢，我们的车的悬挂跟轮胎底盘呢都是完全可以再进行更换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就是给出一个具体数字就非常的难。其次呢，我们还要根据每个用户他们的这个应用呢，我们这个承重呢也会要细节到每个用户的应用。假如说用户有个非常重的一个激光雷达，也许我们现在的悬挂承重是完全可以放在车上面的，但是呢，也许他就做不到120公里每小时的，并且在做巡线，因为这个时候你车的重心变高了。那么在控制上面可能会出现变化，所以说我们要根据每一个不同的 case， 然后再做专门的一个研究。如果是做无人车决策方面的研究，涉及到不同的交通场景，会用到深度学习的方法。如果考虑到后期的硬件验证算法，前期仿真的平台有没有什么推荐？我们现在仿真的平台的话呢，现在我们仿真平台有 U14 是Unreal Engine 4， 那么在这款上面呢，我们可以做我们基本上已经做到了跟就是我们 Q-Car 就是真车的这个完全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在 Rust 上面呢有个 Gazebo 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供大家呢去进行模拟。在车上可以进行有关深度强化学习的研究吗？这是完全可以的。那因为我们的车就是我们使用 TX2， 就是为了确保，就是说当大家想要在我们车上进行深度人工智能这些深度强化学习，就是为了能够胜任这方面的任务。我们呢也做过一个测试，就是说我们有在我们的 workstation， 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脑上面做了，我们的电脑是2080的一个显卡，那么我们在这上面呢，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这个 CNN 的一个机械学习的一个 training， 然后我们同时呢再放到了车上面做了相同的，我们在测试这个表现的对比。那么的确呢，我们车 TX2 可能不会有像2080那么好的表现，但是呢一样可以在甚至就可以在车上面完成 training 的这项任务。好的，我们应该没有更多的问题了，如果大家有的话可以继续打在聊天区。要不你再展示一下 Q-Car 吧，看现在看不到。应该看不到，应该看不到。是
稍等一下，我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微虎它这个平台它闪退了，我现在重新的开一下。OK， 如果想用这个平台完成教学工作，可以完成哪些实验课题？提供实验手册吗？这个我想请 Vivian 回答一下这个问题。OK， 我们暂时这个平台呢是提供给科研的用户，但是呢我们也确实是希望能把它用到教学的工作当中去。但是由于这个关于无人车的这个教学包括教学的内容，因为它的这个非常的宽泛，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有希望有未来希望能够用这款车去做教学的老师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可以一块儿来讨论说怎么设计一个更合理的实验手册。因为大家都知道匡瑟其实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去来设计基于一门学科或者基于一个 project 去设计这样的这个教学的 curriculum 的，所以我们还希望能和各个更专业领域的无人车的细分研究的老师去探讨这个问题。好的，请问有城市交通场景的模拟吗？现在应该好了，因为之前那个城市交通场景的模拟是有的啊。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上面的开发并不还没有完全开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完善车辆本身的一个设置。但是呢，我们的目标肯定是希望能够，就像之前大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大疆他们有一个城市模拟的一个场景，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有相同的这个。这样子就是交通场景模拟的这个质量。请问大家现在能够看到这台车了吗？不好意思，因为之前我的这个平台它直播平台闪退了，然后我就找不到那个可以操作那个界面。大家可以看到视频里的这台 Q car 吗？可以看到视频吗？大家 OK 看到那。OK， 看到就 好，实在不好意思啊，之前因为技术上面的问题。对，那么我现在就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车啊，这就是我们的 Q car 啊，然后差不多就是一个1:10的一个真车比例，然后是一个四轮驱动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底盘用的就是 Traxxas 这个底盘呢，其实在很多专业的竞速的团队中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底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虽然我们车已经跑到了相同于真车120公里每小时，我们依然可以但是这只用了 50% 不到的电机性能，就是说因为这个车其实原本是用来竞速上面的，我们的车也完全可以胜任就是他们竞速的这样的需求。只不过呢，现在的无人驾驶的研究这方面呢，他们并不需要车子达到那么快，所以说我们现在软件上面呢做了一个限制，就是说现在最高的车速为120公里每小时。好的，我们这边因为也已经一个小时了，我这边最后一个问题，请问车辆编队行驶过程中车辆通信获得的数据有考虑数据传输？我看到这个问题了。问题是请问车辆编队行驶过程中车辆通信获得的数据有考虑过数据传输扰动吗？实验时车辆通信获得数据有经过波率处理吗？处理方式是什么？那么我们所有的车或者说我们匡瑟所有的产品背后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叫做 Quark， 就是匡瑟 Real Time Control。 那么我们呢，这是确保的是我们确保的是用户所收到的数据是实时的，数据是精确的，数据的它的这个 noise 是被过滤的。因为如果客户在专门是研究比如说是这个数据的扰动或者说是这个 noise 的这个处理的话呢，其实用户可以自行的去模拟一些干扰数据然后进行研究。 OK， 那我们暂时好像没有更多的问题了。Thomas 可以放那页联系的。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踊跃的提问和参与，在工作日的晚上陪伴我们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也占用了大家工作日晚上一个小时的时间。最后的最后，那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收了一下。好的。哎，等一下。因为我们 Quanser 今年然后明年会有更多新的产品和新的解决方案，在项目进展中也可以陆续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请持续关注我们。那关注我们的方式呢有两个，其中一个呢就是可以好扫描屏幕中的，现在大家看得到屏幕吗？我已经发上去了。 OK，好，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中的这个二维码，关注 Quanser 官方微信账号，这样我们有任何新的产品、新的直播，然后或者是针对中国市场的特别的活动，你就都不会错过了。我们也非常乐意收到你的建议啊、意见。今天我已经看到有一些朋友在公众微信号后台给我提问题，然后如果有任何销售的问题啊、商务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发邮件给 Vivian。那你们可以记一下屏幕上方的这个邮箱 vivian.wang@quanser.com。然后，如果大家想更加全面的了解 Quanser 整个体系、产品，还有我们的历史的话，可以上我们的官网。Quanser.com 去看一看。好的，然后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讨论交流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也谢谢 Vivian 和 Thomas。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晚安留言，拜拜。